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扑克随想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看 Poker at the Lodge 的一个手牌集锦。Yeah, because like this would have gotten Dog Poker 99 Open 到了500块，就是一个50、100、100的局。Even 拿到10-10在大盲跟注。哦，后边还有一个 Straddle 的 Josh 也跟注。那这里一番应该3B 会比较好。我翻牌直接是一个 set over set， dog poker 的是一个中 set， 然后一番中了一个顶 set， 一个大的 cooler。而且在 dog 的眼里，一番是不会有实时的，所以说对他后续的判断可能会有变化。dog c by 1000，然后一番直接 check raise 到了3300。在 dog 眼里，他现在肯定是 nuts， 他可能会把对手放一些9-4-4或者听花听顺这种牌。dog 跟注，后手 SPR 差不多是2:1， turn 一张圈，会有一些八勾两头顺，或者说。King Jack 这种卡顺中了顺子，但是相对会比较少，因为在一个听花面，更多的还是一些 set 或者两对这种牌。一番继续下注，我下的比较大，下了8000多。超池，小小的超池。Dog 应该直接推了。Sure, you got me. What you got? I have tens. Oh what? 看他说他有 tens， Dog 完全想不到他有 tens。对他的判断影响非常大，以为他大了。Looking for the nine of clubs is Doug Polk. 以为只输顺子，结果对手是大的 set。这是有时候在一些不经意的情况平衡一些大牌的好处，但是正常就或者说大部分情况还是应该按正常的打法来，就是实时还是应该去做 3B， 因为他后面还有 straddle。如果他没有 straddle， 跟注会更好一些。我们来看下面这手牌。Dog Poke 在小盲，哦，已经七牌到了小盲，他的小盲加注300，拿到44。大盲 Alex 300到了900，用56 suited 300到900 ，Dog Poke 跟注，翻牌24勾 ，Dog Poke 又中了 set， 又是一个 middle set，check Alex， 一个卡顺，没有后门花，只是一个卡顺，下注600。Dog Poke 这里其实是有一点点那个 tell， 就是在牌桌上，如果他在和别人聊天，好像没有在这个牌局里的时候，然后突然又变得很凶，那么这个时候他有可能是有大牌。Alex call 这个牌没必要。也不知道靠点什么，唯一就是有位置。然后 turn 黑桃到了，他如果有后门花还可以靠一下，但是后门花都没有，几乎什么都没有。dog 在花到了之后继续打起牌，他也不怕这边的 Alex 有花，因为是小盲大盲，然后又是一个 3B 底池，所以听花会少很多。我们来看下面这手牌。WPT Global, the real money online poker home. Josh A Go Offsuit 在 UTG Open 250块。Sunday Slam Tourney Ticket and Matching Deposit Bonus. Dog Poke 在大盲。Visit WPT Global. 在 Button 跟注。A 九 Offsuit 这个跟注是比较松的，应该是打的比较随意。Alex 在小盲，五五也是跟注。又中了一个 set， Alex 中了个底 set。然后，三个人都中了 ，Dog Poke 中了中队 ，Josh 中了顶队，这至少能拿两枪价值吧。
Alex check， 然后 Josh bet， 他 call call， 这里可以 raise， 因为有听听花的这个牌面，听花听顺 ，raise 到两千，有很多听花听顺。Dog poke 有这个黑桃 A， 其实在他的视角里，对手听花会少很多，而且对手是小盲，小盲。对，小猫也会用一些同花 suited 来跟住，也是合理。然后 Josh 跟住了， Josh 在这个三明治的位置还跟住， Dog 也是跟住， Dog 有一个后门顺，哦，不是后门顺，后门花，花到了。Alex 的视角，信不信有人有花呢？而且他是一个底 set， 他果然 check 了。因为后面两个人都跟住，很多时候确实会有些花，而且顺也到了，八九十勾的圈的这个顺也到了。Dog poke 可能是要转炸胡了，因为他有这个 ace 的 blocker， 打两枪应该能打掉很多牌。确实拿着这种垃圾牌在 button 跟住进来，不做点什么动作实在是说不过去。如果他这个不做动作，完全就是烧钱。所以说打得比较随意，但是也是比较多操作。嗯，这么来看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不错的打法。看一下能不能打掉吧，看一下他对场上 Alex 的判断如何，是不是一个跟住战，能不能气得下牌。一个四，只能眼花了。花是合理的，他的行动线确实是有花，是合理的。这边是两万五，底池一万五，还有一个超池，要打估计是要打一个超池了，应该是 all in 的 size， 1.5 倍。对，很难靠 bottom set， 纯抓机。但是他这里确实五五对他来讲几乎是最好的牌，他会有一些九九，有一些顺子，还是弃牌了，嗯。没问题。Dog poke， 收了一个 bluff， 收了一张九，而且他还 block 了这个九九的这个中 set， 确实是不错，确实打得不错。因为那个 Alex 最大可能就是九九，或者是有一些顺子，打得不错。又不能太紧。然后又要有操作，但是又不是每一次都有牌，所以只能找这种机会去操作。然后我们来看下一手牌 ，Doug flops a set， UTG straddle 应该是刘璇在 button open， 然后 Doug 在 straddle 跟住，然后 Doug 又中了一个 set， 然后 flops check check， 趁着一个十，主要是刘璇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 ，Doug 就是 check 两枪给他来偷。果然就开始偷了，看他能偷两，看他能偷几枪。Dog Dog Poke 应该没有 raise 吧 ？Call 了，这 River 还得投，哇 ，Quads， 靠出一个 Quads， 这刘璇还得投，很难 check， 很难放弃。But she's gonna fire, 这个小眼神。And she's gonna get the bad news here. 打了一个满池。打不光。Dog race， 估计。I was kidding. 四倍。Doug raises the 13-5. 好尴尬。Says I wanted to steal it from you. Quads. 哈哈哈哈哈。刘璇。There you go. High hand. Do you have a high hand? Kind of bet at the wrong time. Yeah. Had a six high. 好害羞呀，太尴尬了。Do not have the high hand promotion. 那道哥 check 了两条街，把所有的机会都给美女来 bluff。It's a fair insult, though. 这中牌率太牛逼了。
一晚上这中了多少个 set 吗？来看下面这手牌 ，Josh 在 hijack 位 ，Queen Jack offsuit， 单拿 Ace King offsuit 在大盲，只是跟注。这个怎么把 A7 suited 给 fold 了？小盲位，这个他不想在小盲位跟进去，但是这个 fold， 不太理解。然后 Dog Poke 在大盲3 B 6 7 suited 和这个 Dan Smith 两个人对打 ，Ace King。是要 limp race 吗？还是要 call race 吗？还是要只是慢打跟注？应该是跟注了。慢打。哎，不对，四 B 了。所以这是一个 call 四 B， dog 没有想到，这个很难想到，因为他是在 button 补齐前面的 open， 然后做了一个四 B。dog 还是跟住了，看一下 SPR， 这个 SPR 只有三了，不到三，六七什么也没有，后门花顺 ，Ace King 也是什么都没有，看谁能偷得下 ，Ace King 有位置 ，C 白一枪 ，dog 怎么办呢？如果 C 白一枪 dog 跟住的话，有后门就推掉，这是唯一的打法。不然的话只能弃牌。Dog 这个跟住四 B 不是很好，因为后手是不够的，起码要差不多20倍才够。嗯，敢靠一枪，有没有后门？有后门就推掉是可以，没有后门放弃了。Dan Smith 还打吗？是可以打，是可以打，但是从他的视角里 ，dog 能够跟住很多的手对和类似于实时勾勾圈圈这种牌，他也有些害怕。这样的话 ，dog poke 再打一枪，可能就偷下了，应该是可以打一枪，打一个半池，半池到三分之二。打了一个很小，三分之一，好尴尬，只能弃牌。虽然是领先，但是抓不动，这怎么抓呢？哇，这个太牛逼了。太牛逼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